这么晚了，陛下来掖庭宫这丧气地方，不知所为何事？谢将军自己觉得呢？恕臣愚钝，猜不透陛下心思。谢将军今日可谓是神出鬼没啊！迎接宴上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将军也是姗姗来迟，怕是再晚一步，朕就见不到将军了。 皇上有话，但说无妨。朕尚且问你，迎接宴上为何无故缺席？皇上若怀疑微臣下毒，我又何必赶来救你？倘若你事后过来，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怕也是说得通吧。陛下已给微臣定罪，臣无话可说。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让朕如何信你？陛下，若真这么想，倒不如把我的衰印收了去。如此一来，你我二人也就都解脱了。你以为朕不敢？